诸位，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念咒的法会，因为我理想中的禅堂蛮大的，现在看来是很小哈。禅是中国文化的特色，尤其是禅宗，过去在印度没有，有这个佛法，没有这个禅堂，到中国来唐宋兴起的。那么到了现在，一个丛林中的禅堂，中国海峡两面都没有，所以过去好多年，日本人笑我们，你们中国人啊，自己认为是禅宗的宗主国，一个像样的禅堂都没有，我们实在讲不出话来啊。这个所谓像样的禅堂就比较难了，能够保持禅堂的作风，日本还有一点样子，但是到底变成日本的禅了也差得很远。所以三四十年以前，我开始写那一本禅海累册这本书的时候，是为了两件事。一个是铃木大拙在美国弘扬禅宗，认为禅是日本的，日本的文化最高点，内在这个意思。另一个，我们中国有位学者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叫胡适啊。我们讲骂他，说笑话骂他胡适浮沉啊。那么他写文章批驳这个禅与虚云老和尚，甚至认为虚云老和尚活120多岁都是假的。那么很多的学佛的在家出家的愤愤不平啊，我说好好好，我就写吧写吧。但是多少年来，像中国真正这个禅宗有个好的禅堂，这个谈到理想的禅堂就比较难了。理想的禅堂啊，真的要科学化，使人正到禅堂，你的精神身心立刻就宁静下来，那个是希望将来我们在国内有个地方出现。可是这个要完成这样大的一个功德是很难的，所以这个禅堂还是小小一个禅堂。你像我们现在假设起来省香就不大潇洒了啊。所以我一看这个情势，首先把我们用功修行的不走禅宗的路线临时改变，是走禅定修正佛法的这个路线。因此呢，我们上面才有这个有生死的问题的带领，现在还在第一天带路，还没有讲到用功的方法，还没有正式打坐啊。正式禅坐你们自己现在自由的盘腿用功随便，不然我们知识每一个人都还要纠正过。
上午我们讲到了这个生死主胎出胎，希望大家手边拿到这本符经好好念咒。我上午所介绍这本经典是很粗枝大叶的大概介绍，譬如一个胎儿在娘胎里头七天，这个经典上面古代的话用风的，什么是风大气，什么是气，是生命的能，这个问题我们在念咒七天当中转动，为什么要成长我们这个肉体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变成我了，变成你们大家了，我们共同的啊，都是妈妈生的。那么佛说到死入胎出胎这一段，活到这一段没有太交代，我们再回转来看我们自己祖宗传下来，不要分门别类，不要不管他是佛家道家，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整体的念咒，看有陈汉以后汉唐以后这个阶段形成产生的所谓正统的道家，我这个话有骨头的，正统的道家和道家很乱很乱，那么他根据易经，根据中国的医学等等而发展下来，也掺和了佛法的修持方法。那么他讲生的这一段呢，正好弥补了佛说的生与死活到这一段。这个做生命念咒是值得参考的。一个胎儿形成胎儿在胎中，一直出生变成婴儿，变成孩子，他说是个还算是个完整的生命。这个完整生命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头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先天，一个是后天的。先天后天是两个名词，是个界线，画一条线。所谓先天等于刚才提到过一个精虫中卵脏构成了一个人体这个生命，精虫卵脏是现在我们的话，根据医学的话，在佛经上呢，精虫就叫卵精，妈妈女性的卵脏叫做女穴，就精与穴两个字代表了，这两个是代号啊。现在呢科学分类叫男生的精虫与女生的卵脏。从我们的生命的本源三元结合，构成了这个胎儿在娘胎里头成长，还是先天的，一出来离开娘胎就变成后胎后天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在线。一个胎儿有怀胎十月，
到达了七八岁这个阶段，是个完整的生命。那么中国文化用《易经》的道理，就画了一个漫画的图案，叫乾卦，就是横的画个六画，这个卦名叫乾，乾坤的乾，乾是个代号，代表天，代表生命的功能，代表一个完整的东西。这个好，这个在《易经》来讲，这么一个卦画出来了，这个画叫做象，象就是图案，有相貌的象，等于佛法说的，这个象啊，在《易经》不是这个象子啊，等于佛法这个象子，是那个象啊。这个图案好，一个象里头就要数啊，算命的所以讲运气就是数运气。我们现在在厦门讲闽南话气运气运啊，不过我的闽南话是标准的讲不好，标准讲不好的闽南话啊，气运就一股生命的来源转动。这个象里头，这个气象就要数字存在。女性以七个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代表；男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代表。哦，那个就很麻烦了，念咒已经单数的都叫奇数，奇就是奇，奇怪的奇啊，单数叫奇数，这个奇字念成奇啊，奇数阳的，双数的叫偶数，是阴的。奇怪了，不奇怪啊。刚才说过，女性是以七数为代表，七是单数啊，是阳的嘛，怎么代表女的？它有个道理，说我们后天生下来这个生命，女性啊，不是我们普通算命。像过去的算命这个代号，这个女性是阴的了，即使女生是阳的，那她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今天不是上道家的课，我们不多讲了，大概介绍。男生不是八数就代表，白是双数是阴的嘛，说男性啊看起来是个公性的啊，阳性实际上是阴的，这个里头的是一个数理科学啊很高深的一个东西，不是没有它的道理。刚才这个卦又要重新画卦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图案出来了啊，拿女生来做代表容易听懂了，看我们这个男人啊说来搞不清楚的啊，只要女生还清清楚楚。有胎儿生下来到七岁啊，二七十四岁，好，我们的老祖宗，中华民族共同的老祖宗，先元皇帝，皇帝是皇帝的内政，我们不太考据，
考据起来，有人说这个不是皇帝的时候居住，汉朝人的居住，那个暂时不管啊。皇帝内经上讲啊，女子你要晓得，这个三千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文化它又那么科学呢，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所以你们要念究自己国家的文化，好好读书啊！啊，我也不是老师教来，都自己读出来的。那么这是要命喽！嘿，年轻人都是什么天癸啊、地癸的，搞不清楚。人癸就要懂得阴阳五行喽。天癸，人癸是属于水，天是代号，就是说一个女孩子。到十四岁，十三到十四左右，第一次月经来了，癌症的数字啊，所以这个卦呢，第一爻下面开始破了，就变了。乾卦第一爻下爻破了，你把黑板擦一下，哎。这个现象不是就是这样。啊，就这个乾卦破落第一爻，这个难得跟你们像这个卦象要摆图案的，这就变了，啊，变了。所以女性到了有第一次的月经来，身体就变成普通的身体，不是原来那么完整了。男孩子呢，二八十六。啊，男孩子在座的很多男孩子到那个时候两个乳房啊，男孩子就发胀了发痛了，有几天难过，那种女孩子第一次月经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那、啊、男生以八字计算，所以啊，这个生命以女孩子来讲二七十四啊，三七二十一，又去了一小断了一小啊，又取消了，对了，又变了这个生命。这个一横的一小代表一个完整的阳雄阳的体质，一断了以后变成阴的了啊，上面不过还剩得有啊。阴阳这个道理，这个三七二十一了，四七二十八啊，就是七年这个身体一转变，男人是八年一转变，女性是第一次的月经十四岁左右开始，七七四十九月经没有了，现在医学叫做更年期。更年期的妇女是非常麻烦啊，各种变，身体多病，所以女孩子到了啊四十开始啊，到了五十啊，或者是三十七八开始，麻烦是一大堆啊。这个麻烦常常我用什么西厢记上的话，无故寻仇灭恨，有时愈醉愈痴啊，身体也多烦恼，心里也多烦恼，生理变态，各种毛病都来了，没有事情也发脾气，该发脾气的时候又笑了，哦，这个是腰酸背痛，反正要杀有杀，什么都来了，就是更年期的毛病。我们这些大医生多得很，你问这些大医生，女生更年期怎么医啊？有什么办法医啊？给她一点镇定剂了，疏通疏通了，心理安慰一下了，没得办法，
那生命天然来的。男孩子有没有更年期啊？一样有啊，一样有。那、女性七七四十九喽，啊，男生啊七八五十六，五十多岁一样麻烦。所以闽南话有些男人老来坏了，老来花，有没有？啊，我那那还打给我的闽南话不好，你们都啊，这个也有许多心理变态，很多的病。也许女性过了更年期以后，反而身体好了；有些男生过了生日好了。以道家来讲，道家的修行专对身体的，像女性来讲。啊，没有到七七四十九以前下手修道啊，还容易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更年期，过了月经断了，女生要下手去修道的话，道家的道哦，这个要分别的啊。要修成神仙的话，加两倍的功夫，还要修到跟月经断了以后。还修到自己月经再来，来了以后又要把它修断，麻烦。男生也一样，所以啊，叫青年下手修持。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补充，生育时到活到这一段。